是来自 Goris Tempest GDC 4的小刚哦。那小刚今天就哦非常的兴奋哦，可以在这边第一时间哦新鲜火辣哦到手的这一支哦非常多话题的现在这个欧米伽这个 Omega 跟这个 Swatch 哦一起合作推出的这一颗表款哦。那这一款表呢，在目前啊，因为你知道吗，东西突然间大。名气大增嘛，太火热了，一定会有很多一些话题的。那有的人就会可能买不到的人就开始会吐槽啦，或是买到的人就会在那边很爽啊这样子啦，所以哦造成了这个那市场上啊反应其实非常的热烈，哇，就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哦，那这只表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表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小刚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如果你是对这只表有兴趣的小刚会。这一支视频呢，你必须我建议你会看完了，因为我会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得，那我玩表以来的一些心得，然后再加上我对这支表的一些这个观点，然后这支表的一些特色优点跟它一些你要注意的一些缺点啊。好，那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大家最喜欢看的这个开箱这个视频哦，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那其实这一支表呢，先讲一讲开箱的部分，我个人真的非常的喜欢，因为你有看网上的那些图片，你就知道，那这一支表它出了总共有11个款式哦。那你看到11个这个行星哦，它全部什么地球啦、什么火星啦、木星啦、什么土星，全部哦都。有一款哦，都会代表一个行星一个颜色，所以每一个表和这个盒子哦，它的颜色都不一样的，而且好像这一款是 Mission to the Moon 哦，那你会看到它的这个所有关于这个行星的一些哦，它的这个那你知道吗？小刚也不是这个天文学家，所以他写的这些哦。是真是假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要6天才可以抵达啦等等的，他这个温度啦这一些啦都会写在这一边。那这个天文读天文学的这个朋友们留言在下面给小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齁。那他会写他主要的这一些温度啦在这个月球啦这一边呢可以高达多少啦，最低去到多少那一些啦，这夜晚。那让小刚知道，小刚也想知道这一些知识。那开箱其实非常的特别齁。整个盒子质感我们来看一下，它非常的好，那个质感你看它是用这种粗的这一种啊，不只是普通的那一种纸皮盒，然后它打开就好像一个月光盒这样子哦，非常的漂亮。那里面做的非常的简单，主要这边有一本这个手册哦，这个使用手册在这边，然后这一边就是有一本这个小刚个人要简单哦，强调一下，这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是这一个小册子，这边写着 Bio Ceramic Moon Swatch Collection 哦，那里面就好像刚小刚讲了，总共11款哦，你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哦，总共11款的这个行星啊，哦，它的这一些每一个行星的这个哦都会写在这一边哦，你会看到，哦，看这边。非常的有纪念性啊，这个小册子，而且关于这一只表的所有的一些特色一些特点都会写在后面这一边哦，这个小册子哦，你会看到，那这个就让你更了解啊这一只表的特色，这一只表的历史，或是这只表的一些规格一些资讯啊。那再来就是这一只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表，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开箱，然后再正式进入正题。那这一只表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自己好，这边只需要把它拿掉哦，里面是没有了，所以这一只就是这个简单的这个开箱哦，然后你可以把它这个前面这一块膜，等一下小刚会把它撕掉哦。那和大家看完了开箱之后呢，在这边跟大家快速看一下它的规格哦，那它是一个 42mm 的这个表壳，那也是和目前在售的这个欧米伽这个 Omega 的 Professional Moon Watch 啊真正的这个登月表啦是一样的，这个1:1的这个尺寸哦，那这点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爱表人士的这个眼光。那表带也用了20mm 的这个规格，非常方便，可以自己更换不同的这个表带哦，这也是非常的赞呐。那不过表带说实话啦，质量我小刚个人觉得完全没有那些人口中说的那么差啦，而且原装标配的这个宇航员
这一种魔术贴表带啦，也是致敬着和宇航员佩戴这只表的历史的一些重要元素啦。那个人觉得啊，少了这条表带就没有了登月表的这个灵魂啦。那仔细看哦，这个亚克力啦表镜哦，这个中央哦，中间的部分哦，还有这个哦，你会看到它还有一个隐藏着经典 S 的这个 logo、哦、那在这个 Moonwatch 里面哦，这个是细节啦，是非常的经典哦，连这个细节它都做到哦，致敬的还原度啊，其实还真的算是蛮高的哦。那这个价位能做到这样啦，小刚我算是蛮佩服它了。那再来就是它的表壳用了 Swatch 这个 Swatch 自己品牌专利的这个再环保原料这个材质哦，重量也是大概在37 gram 哦，37克左右而已哦。说实话，上手真的是非常的轻哦，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力哦。那机芯用的是这个 Swatch， 就是这个旗下这个 ETA 的这个40 Forjuice 的这个计时的适应的这个机芯哦。那好了，把这个参考的这个数据啦报告完毕之后呢，现在来说一说这只表啦的特点，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收藏家和爱表的朋友那么喜欢哦。那小刚我还想还听到有一些朋友啦，他们的这个女生啊女朋友啦，去看的这一只塑料表啦，还吐槽哦，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男朋友会那么喜欢哦。那先来说一说，其实如果你问我这表值不值得收藏呢，如果以1000块的价位来说，1000块的价格来说呢，答案是绝对值得的。那因为我不要说吵架，不要说外面市场上的那些吵架，我说以公价来讨论的话，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先不说这款复刻致敬 Moonwatch 的这个登月表有多历史啦，有多厉害哦，就以它这个双标的这个 logo， 也就是 Omega 和 Swatch， 在这个表盘上面你会看到有两个这个它这个 logo 哦，那龙头等等这些哦位置都能看到它有这个双标的这个 logo， 这个做法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了。那一般的联名表款哦，你最多看到的是这种联名这种名车品牌啦，哦，或是某些卡通人物啦，或是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物啦，或是这个奢侈品牌等等这些哦。可是以腕表的品牌结合啦，这是对表友最大的兴奋点之一啦，我个人这样觉得。那你也可以把它说成一个价格，你买了两个不同样的表哦。你也可以叫它是 Swatch 做出来的表，那你也可以叫它是 Omega 出的表哦。那确实是双方授权的这个联名表款哦。那这样算起来，这个表价格如果再除二的话，哇，确实好像哦，心理上感觉还蛮便宜的啊。那当然，有些人吐槽这个它的这个表壳啦，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要放大来说啦，毕竟人家这个 Swatch 旗下的这个 Bioceramic 这个表壳的材质啦，已经研发专利用了多年，也是该品牌哦新的这一种环保的这个科技啊，可以称为，你可以简称为它 plastic 啊，它确实真的是 plastic。那你们看到吗？哦，垃圾也有值钱的一天哦。那现在这个时代啊，垃圾是很值钱的，我告诉你，不懂的朋友，我跟你讲 ，listen to it 呢，对不对？现在突然被人家放大来说呢，我觉得也是炒作啦，因为毕竟这个这个 Swatch 用的这个 biometric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啦。那毕竟说的是联名合作推出嘛，所以各自都必须用上这个自己的看家本领吧。那就好像 Swatch 用了自己品牌的这个特色，加上 Omega Speedmaster 登月表的这个设计的元素，那结合起来啊，才会有了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表款。那再说表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演变啊，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要突破就必须要有大胆的这个创新发展以及思维了，我个人这样觉得。那不过说的再好也是有缺点的，那这里就总结下来，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第一就是我个人觉得表镜啊，毕竟亚克力的这一种表镜也比较容易挂花哦。那尤其是它这个入门价位的亚克力表镜，它的这个质量确实我可以说做的确实是很入门啊，很单，比较单薄的，所以防刮来讲的话，真的是我跟你讲，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就会有
刮痕了。如果不太会照顾表的朋友，强烈强烈建议贴上这个镜面的这个保护膜哦，而且价格也不贵啦，如果贴这个保护膜。再来就是 Swatch 手表的最大最大致命伤哦，就是实用性哦。那这个实用性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那有玩过 Swatch 手表的这个朋友啦，都知道啦，机芯内部哦，通通都是被这个表壳啦封死的哦。封死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它是一体成型封起来哦，你不能打开维修啦，或是更换机芯等等之类的，通通是不能做维修的哦。那只留了一个更换电池的这个部分啊，是可以被打开的哦。可是品牌其实它有提供了这个终身免费更换电池，还有这个去除表镜的这种轻微刮痕的这个服务啦。这点我觉得做的还是蛮好的，还是很不错的啊。而且电池都是这个瑞士高质量这个 Renata 的这个质量的这个石英这个电池啦啊。还有就是背后的这个行星的图案哦，那和网上展示的图案哦，其实真的我小个人觉得真的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哦。我个人觉得你大家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那因为网上觉得它这个色彩是蛮鲜艳的，可是你确实自己拿上手的话，那个图案其实还有一点令我失望了。不过毕竟我也可以有预期啦，因为毕竟这只表这个该给的都给了你啦，因为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嘛。好了，说一说以上的种种因素啦，不难看出为什么这只表款会那么的火爆哦。最后这样子说吧，在某一些角度去讨论以表论表的话啦， Omega 和 Swatch 其实都感觉是各取所需啦，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个人觉得。至于 Omega 会不会降级呢？答案是不会。 Swatch 啦会不会升级呢？其实也不会哦，只会我个人觉得会让更多人认识 Omega 和 Swatch 这个品牌啦，那也让更多原本对表没什么兴趣的朋友哦，了解到原来表哦，其实还可以这样玩的哦，厉害，哈哈。那或许这样说吧，它可能是你第一块欧米茄 Omega， 可能也是你最后一块Swatch 的手表哈、哦。那对我而言，表没有分贵贱啊，只要一个品牌愿意花心思去做表了、啊，有它不同的技术、故事啦、特点啊。那么就是一个值得玩的表啦，只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啦、审美观、用途、目的啦，都是不一样的而已，对吗？应该这样讲。那 Swatch 其实如果它真的是 crossover Brigella Blancpain， 然后是一些更高级的什么 Glass Day Organal 那些，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都不会玩坏这些品牌，反而还跟人家有一种心态想去追求哦，因为不管是 Omega、Blancpain 等等这一些高级的品牌啦，都有自己品牌的故事历史啦哦。玩表，我个人觉得大家开心就好了，随缘呐。所以小刚个人觉得很期待接下来各个品牌的变化啦。那加多一句，还是那一句啊，如果吵架太高的话，我个人是绝对不会买单的啦。我个人还是我觉得入手价还是以公价入手会是最好了，毕竟自己心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嘛。好，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